东京去过，冲绳也去过，但是你有从东京飞国内线到冲绳过吗？结束了五天的东京之旅，我们今天要飞三小时的国内线到冲绳那霸。水壶很丑哎，水壶那么美干嘛？我们等一下要去冲绳了，坐12点的飞机，3点到那霸机场。赶快啦，8点半了，怎么样？要坐下一班了，还在慢慢吃。我要走了，拜拜。今天穿着什么衣服？拜拜，才刚穿就可以穿这样来。平常都要自己搬的，跟他来就不用自己搬那么辛苦了，赞咯。接着我们一样在网络上订了 Skyliner 京成电铁的车票，18分的车，再到京成上野站的柜台取票，也可以从日暮里上车到机场，大约只需要36分钟，真的是快速很多。当天我们购买的金额是一个人台币471块。我们现在在 T1 的国内线，然后我们是搭乐桃航空，它是90分钟前才可以自动办理这个手续。这里有写到冲绳那霸的是10:40到11:40 check in。你上次不是说坐在里面被夹在里面很重，还出不来？被你讲完之后，我就不敢再坐那个。进来登机门之后，有一个小商店，刚刚点完餐了，这里还有卖饮料。这是我们点的，我的是咖喱乌龙面，然后它的是炒面，这样子1200多日币，好吃吗？你的？就不用。会很干吗？有点。172块的苹果汁，看起来很好喝。我的乌龙面很 Q 哎、欸，它看起来很好吃哎、欸。Okinawa Naha is now waiting for passenger on row 16-30, other companions. Please proceed to gate C. Other passengers are requested to wait gallery. Thank you very much. One step forward and another back. I will never try to fool ya. I'm one heartbeat away from going mad. Girl, when you look like that.Closer, I'ma get closer to you. Yeah, got me, baby. Got me hooked on you once again. Girl, I need you. How many times do I want you? Cause we could be so completed.不要试的，你有看到吗？很大。Every moment is another chance. Loving you is all I wanted. I'm wide open for love affair. Girl, when you look like that. Closer, closer, I'ma get closer to you. Yeah, got me, baby, got me hooked on you once again.很香啊，螃蟹，这是什么？还有溜滑梯。大阪关西万国。吓死了，离海超近。我们到冲绳那霸机场了。现在上了26号的公车，可是它不能刷西瓜卡。I got this picture in my closet.It's gathering dust right now And the edges have been folded once or twice 它的这个萤幕上会写价钱，它会1、2、3、4这样子，然后看你到那一站的时候是多少钱，不是全部加起来是260的话就是负260块。没想到冲绳也有暴走族耶。刚刚问他说要等下要不要去沙滩玩水，他竟然回我说我又没有带我阿去去沙滩，现在是一个海里的沙滩带蛙镜。
车之后大概走个两三分钟就会到饭店。这边有一间便利商店，然后还有冲绳料理。今天天气不错哎，前几天查写说这几天都会下雨，好险没有下。我们的饭店到了。我们的饭店还有迎宾饮料可以喝，竟然还有啤酒，太酷了！我要喝这个红石榴汁，它很多果汁哎，还有柠檬汁、葡萄汁。先喝一口看看。这是我们在冲绳住的饭店，终于有空间可以开行李了。床直接面对这个窗户，终于有正常大小的浴缸了。现在是4:46，我们要去吃饭了。今天没有吃啥，没吃啥东西呀、啊，只有吃乌龙面，早上吃一个三明治而已，好饿、哦。冲绳料理，刚刚下车看到蛮多东西的，结果他的门打不开，我们现在上去看一下还有什么。这里看起来啥都没有，很空虚的地方，看起来是什么都没有。但他这里看得到海港。根本没有人的地方，这是什么可怕的地方啊？这里还有一个蛇泡的酒哎。我们现在来到一间冲绳道地的冲绳料理店，看起来很赞。它的菜单，它菜单有超多种，还有手写的那一种。我们目前点了一样菜，等一下先吃，如果吃不够再加购。先来吃生蚝，一克好像80块。好吃哦，虽然吃了颗，但好好吃。鲑鱼，鱼片，香椿奔爆炒的烤肉超棒，大一盘哦，80，感觉很像寿喜烧口味，要不要吃？吃一口看看。看看这个有什么不一样？不是不喜欢吃炒饭，但是我想尝试看，有点像寿司烧口味，好吃。因为我不喜欢吃炒饭的人都觉得很好吃，很有特色。我第一次吃到这种烤肉的炒饭，有点微甜的烤肉酱，烤肉酱的感觉。它的炒饭是有点偏湿的那种，是那种炒到干干。所以如果你喜欢吃那种粒粒分明、干干的炒饭，它可能会觉得这个有点湿。炸天妇罗串，这好像鸡肉炒面来了，感觉好吃哎，料超多的。炒面，把它夹出来一些，知道好吃吗？这是今日推荐的鸡肉天妇罗，偏咸还蛮咸的，不会觉得特别的哇。我觉得还好。我们现在要结账，发现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他用英文跟日文翻译出来都超怪的，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多了一个这个。然后我们刚问店员，店员叫我们等一下。我们这样子吃完是4730块日币，觉得好吃吗？还不错、啊。我觉得不难吃啊，但是没有到特别惊艳。这公车站都没有写说公车几分钟后到啊，你是看得懂是不是啊？日要吗？我很主要的。我们现在在公车上面，要搭50分钟才会到。我要去美国村。为什么来日本要去美国村？因为你不是都说你要去美国吗？乱讲。你的脸真的变成有肉哎，完全跟以前不一样。
门口有肯德基爷爷。我们坐公车都是直接抽这个票，然后下车的时候付钱，因为不能用西瓜卡，但是它可以用信用卡、Visa 这些的。其实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冲绳，我上次来是疫情前最后一次出国来冲绳，那时候17岁，大概5年前。那时候我们来冲绳是自驾，那时候跟我妈还有我妹三个人来。其实我们明天有预约出海去浮潜，只是他说因为明天的状况不太好，所以没办法出海就取消，这很可惜。那个海真的是超美，我5年前看到现在都还记得，它那个蓝是有蓝绿色的那种海水，真的是超漂亮的。我们之前还有去那个青之洞，那个洞是只有冲绳然后还有意大利有，它是一个洞穴，里面会发光发蓝光，还蛮漂亮。这间 KFC 好可爱哦。我刚刚从饭店坐公车来美国村这一站，两个人的车票是1400多日币。我们现在要先去看一下落日沙滩，我上次也有去，我那时候真的是在夕阳的时候去，现在不知道看不看得到，现在是6点55分，可是我刚看 Google 写说大概七点出的时候太阳就会落下。冲绳的商店啊跟餐厅很多都是一栋一栋的，超酷的感觉，特别厉害。这间是什么？好像是卖那个海边用具的店，有钓鱼竿，好多钓鱼竿，还有那个冰桶。在路边见到椅子马上就坐。对，就是美国村，但是我们要先去前面的沙滩。现在下雨了啦，这好像是棒球场。这边就好，因为这里很偏僻啊，你坐在这里你去哪里都很远，你连去水族馆都要坐一个小时。那我们去水族馆只要半小时。你待会要下去游一圈？真假？不是没带蛙镜啊？我的夕阳呢？头发怎么就掉下来？怎么没有夕阳？Time you look at me with those eyes, everything inside my head goes blank. I wanna tell you, but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The tears all go. Don't you go leaving me all alone. If I'm coming off too strong, maybe I'm just acting so deep down. Scared of love, scared of trust, but with you, I'm brave enough to try again and just pretend. 你叫我什么 ？TINA 啊？什么？你竟然叫我 TINA？ 不然你叫什么？我叫做 TINA。我们现在要走进去美国村了，好漂亮哦！这里面有什么鸭子？前面说什么？都 TINA 啊！里面好像有鸭子还是什么鱼？ Everything inside my head goes blank。 我跟你说，这里弯进去拍照超漂亮的，真的、啊。我之前有拍，可是我是拍白天的，很美哦。我们去拍一张，就是这里超漂亮的。他都没有美国人了，我就是美国人了。这里有很多这种小商店可以逛，里面东西都超可爱的。这件很好看呢，这件要5999日币，这好可爱哦，冲绳的火腿。要送你一颗手榴弹。来吃这个。现在正在以时速100的速度奔跑，我在打高冲。楼上的游泳池有人在游泳，好好跳。好幸运哦，10块台币的水果三明治。刚刚买了一个明治的冰棒，看起来很好吃哎，它是优酪乳的冰棒。你在床上拍这个啊，等下滴下来。走了30几分钟，就只为了一个吉野家，太扯了。
没想到冲绳的第一天用吉野家收尾，结果我们吃完的时候外面狂风暴雨，下超大的雨，好险我们有带一支雨伞。订阅我的频道，点击首页下方的播放清单，里面有分类各国的旅游攻略哟。 Girl, you got me in the pool.